大家好，我是 Demi， 是温哥华的地产经纪。那有些客人会问我，我买了预售屋，特别是 townhouse， 那这里的开发商有很多是不做实际大小的样板房，那我怎么来感受 townhouse 的尺度呢？今天我就带你来看一下落成以后的 townhouse。 那这是一个两楼以上的 townhouse， 一楼呢是另外一个平层的公寓，它的面积是1419尺，它的客厅和厨房的区域面宽是普通 townhouse 的 1.5 倍，所以摆放家具没有任何的局促感。入口还有一个玄关，恰到好处地保护了屋内的隐私。地面和厨房选用了浅色系，也不是那种纯白的单调，所以在选家具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搭配空间。一楼还有一个半卫，使用方便。与厨门做成一体式的冰箱、洗碗机，四头的 gas 的灶头，U型设计的岛台，让你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备菜，以及在岛台享用早餐。二楼是两间宽敞的卧室和卫生间，三楼便是主卧，你可以来现场体验一下。我敢保证你一定不会为 king size 还是 queen size 床而纠结，因为这个尺寸足够大。卫生间除了两个洗脸盆的长岛以外，还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做橱柜。这里有一个可以上天台的楼梯，那也是你的私人空间。如果你喜欢这种空间感的 townhouse， 不要犹豫，马上跟我联系，因为这是开发商正在卖的全新的现房，可以拎包入住。除了这个户型，还有三房加 den 的户型，以及一楼附二楼的 townhouse， 他们都包括了两个车位。如果你想多购买一个车位和 locker 的话，现在还有机会。物业费是一平尺3.2元，定金呢只要交到5%就可以入住了。说了半天，你一定想知道这么好的 townhouse 在哪里。 Yukon Residence 位于温西的59街和 Yukon Street， 购物去 Marine Drive 大统华，天车站也在那一边。学区呢是有 IB 班的丘吉尔中学。 Winnano Park 就在街对面，闹中取静。除了上面这些，现在开发商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限时优惠，你可以拨打电话778-891-6993来咨询，或者加微信